今天复食第二天，昨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吃肉了。有人问你这么样复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的啊，我们非常重视复食。我们复食呢注意三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复食之前呢多跟自己的身体沟通，尤其是自己的消化系统，肠呀、胃呀、心肝脾肾，告诉他们我们要复食了。你们好好的工作，以后呢我也好好的保护你们。第二就是荤素不论，一定要抱着这种惜福感恩的心去吃这些或荤或素的食物。第三点就是切忌暴饮暴食，采取这种少食多餐就可以了。